在是要考验23岁的夏以欣。夏以欣，什么啊科啊？什么夏欣加以欣就要夏以欣哦？讲错，什么东西？重新乱讲夏以欣，重新。我们现在是一个剧组。现在是要考验23岁的张路定了啦。好，现在是要考验林以欣23岁。对啊，你刚刚跟我说什么？他说林以欣哎，他现在是要考验张以欣23岁喝酒的功力。然后呢？好。噔噔。